宗教之美，何国有民？全国宗教弘扬大宝贝。各位先生大德，大家好，我是五七自然主的委员。最近因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，造成国际政治、经济、民心动荡不安，等动荡不安，也让许多真侪人受到痛苦、恐惧、甲分离。宗教本应以救赎众生苦难、安定人心、宽裕众生奉行为支持。今仔日代表五七自然堂全体同仁，共同为众生来祈求祝福。本单位也全力配合政府的相关防疫规定来执行，提醒大家现在爱勤洗手、量体温、戴口罩，保持社交安全距离，让我们远离病毒的侵扰。在此祈愿透过五七自然堂药师金庙大天尊力量加持庇佑，希望大家会当平安健康、身心安泰，一切顺心如愿如意。感谢大家。